拒绝融化的冰山。实验27岁，名誉云创 CEO， 其实是资深柠檬精。我叫贺博明，你呢？我叫郑书意。怎么感觉凉凉的？你在等车吗？一个人这么危险，我陪你多等一会儿吧。面对爱情危机，一人。陈总中呢？怎么没看到他？怎么？你想见他？再忍。如果我上大学的时候有一个玉教授这样又帅又有趣的金融老师，那我肯定学金融去了。说过没有？直到心动爆发。郑书意，我希望你的光芒越来越耀眼，我的光芒也越来越耀眼，能与你回应再也容不下别人。降温时节，柠檬汁也要又甜又暖。11月5日晚。